积木选手使尽力气享用速度及力量把木头锯掉，一旁的教练也不时给予指导。不过在比赛过程中，桃园市代表积木队遥遥领先各参赛队伍，最终取得今年积木项目公开混合组冠军。前一届是第二名嘛，所以我们就一直说要有这个目标向第一看齐，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动力。所以说他们在练习当中都非常的卖力，所以说我们也有给他们训练会跟营养会，让他们在训练当中有很好的后勤资源。族人用日常生活经验轻松完成锯木关卡，也有队伍则采取人力调配，发挥团队精神获得佳绩。我的想法想说，这次下雨我觉得我们成绩不好，结果都是团队精神啊，我都会去沟通怎么做这样子。对，锯木比赛看似容易，但选手们锯的可是杉木，再加上下雨天对选手来说很有挑战性。不过靠着队友协助及加油团打气，让锯木比赛也很有人气。原生新闻胡淑仪，故台中和平采访报道。